开到了，划船的，潜水的，捕鱼。这个船轻轻的飞到水里。然后有个问题，如果有七个人同时落水了怎么办？二掉下去了，你要第一时间来救我。我天哪！啊，在水里下。好累啊！你又飘走了，纵啊！你别气我，别气我啊！别气我啊！别挤我，别挤我！欢迎来到我们时代夏令营的第一个夜晚。我就这点高。用背面吧，我怕。我就这样，你看，那我要面对。这样吧，来吧，真的不难是吧？啊！我啊，这个你他脚这么快，我的生命受到了威胁。哦吼！来，来，我往这踢，来踢我上吧。立即反应啊！咋回事？力气太大了。不，他那个大气波，呼吸波，不，就等一下。综艺效果吗？不，就等一下。